上一集我哋去到云南丽江，行过大峡谷，去埋丽江古城 shopping， 食过最豪华嘅云南米线同牦牛。我哋边行边玩边食，不过呢啲都仲未满足到我。既然系咁，今集我哋一于玩激啲，挑战玉龙雪山。我哋而家咧出发去玉龙雪山。其实咧见到雪都唔系问题，但系咧可能会有高山反应，即系高山症。所以我啱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个电话给我妈，话佢知即系我啲私房钱摆咗喺度，同埋交代一下啲应该交代嘅嘢。上雪山，海拔高，天气冻，氧气少，当然要做足准备。睇下我羽绒入面几块暖贴，两件底衫，今日条颈巾绝对负压到冇问题。睇下身后嗰个人，唉，好似消防队咁样。嗱，先生，你以为你行 fashion show 咩？今日我哋上雪山啊，我特登咧带埋啲工作人员咁样着，一定稳阵。唔知佢要命唔要命？你一阵间冇揾我帮手啊？走啦，收飞啊，唔该。我车啦，好紧张啊。Jeffrey 啊，我哋阵间唔会喺山脚开始行上去啩？除非你系超级行山高手啦，如果唔系，游览玉龙雪山一般嚟讲都会先搭呢个缆车上到海拔4500米，落咗车先至慢慢行嘅。其实都几快吓，同埋咧个海拔咧系不停咁样越嚟越高越嚟越高咧。我依家有少少，即系嗰个搭飞机嗰时咧耳仔会。即係咁樣，會塞住嗰個感覺。我依家就有少少。未塞啊，幫你充下電。海拔而家係3890米，所以咧而家開始有少少氣喘喘咁樣啦。嗱，呢個纜車咧而家咧真係咧喺個雪山邊啊，好似我咧同佢擦身而過咁樣上嘅。我依家有種喺度飛嘅感覺，因為完全係好似幾乎，我覺得呢個係45度角咁樣吊住上去咯。好啦，我哋差唔多到終點啦。玉龙雪山由13座山峰组成，主峰嘅海拔足足有成5596米咁高噶。呢一座山亦系纳西族人心目中嘅神山啊！阿 Michelle， 阵间我哋就会沿住楼梯一直行上海拔4680米嘅最高点。如果着唔够衫，又或者行得太快，都会即时引起高山反应噶。定啲嚟，我氧气都带定几樽噶啦，一定冇事嘅。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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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系落紧雪喎，真系。呢度啲空气咧，好舒服啊！我哋下面睇咧，全部都系石头，到咗呢度咧，全部都系白色噶。系咪而家呢个景咧，就好似人哋我哋平时睇嗰啲 postcard 咧，嗰啲阿尔卑斯山咁样啊？你睇下，好似啊！哇！头先喺缆车站仲 feel 到有啲太阳，但呢度嘅气温跌到-20度，同山下面简直两个世界啊！我企喺呢度咧，觉得我同啲云系平排噶，系一样高嘅，同埋上面呢啲云咧，我觉得好似伸手就快摸到佢哋。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我们心中的曲折。小姐哥。喺咁高海拔行山系有啲技巧嘅。记住，秘诀就系要慢。上埋呢条楼梯，我哋就登顶啦 ！Go！ 就嚟到，就嚟到啦，争几步咋？我哋终于见到4680玉龙雪山个顶啦 ！Yes， 啊！啱啱上嚟嗰时咧，心情系有少少紧张加期待嘅，因为我冇行过雪山，同埋见到落雪咧，香港好少见啊嘛，都好开心。少见咩？你见过啦，原来我好少见。哦，香港冇嘅。一啲落嚟嗰时咧。是很有成就感，因為你發覺有些事你覺得你未必做到，但當你很努力，同埋你身邊有一個隊友跟你一起努力嗰時候，兩個人一起行到山頂嗰時候，是很感動的，這個感覺
我覺得每個人呢一食一定要試一次。冇錯，試完呢個之後，我下一次咧我就要挑戰上玉龍雪山山頂嗰度食雪糕，之後落去山腳嗰度打邊爐。龙雪山当然不可以错过欣赏人像丽江的演出啦！呢项大型演出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表演的地方位处海拔3100米，是世界上最高的实景演出场地。喂 ，Joffrey， 你望下呢个红土舞台，背后有玉龙雪山衬托，几壮观啊！真系成件事系好似拍紧嗰啲十面埋伏咁样啊，真系好型！其實整個劇場裡面總共有500個來自10個不同的少數民族演員，或者是真係佢哋嘅即係族人都有。係啊，但係你睇佢哋跳舞行路，啲動作係非常之整齊嘅，所以我覺得佢哋肢體係一定係排練咗好耐。珍珠，你睇到眼濕濕啊！即係最初入嚟咧，以為係好普通嘅嘢嚟嘅啫，諗住即係好似平時睇嘅啲劇場咁樣嘅啫。但係咧，當你去到嗰度咧，見到突然之間有成幾百人衝出嚟咧，佢哋嚟自即係唔同嘅民族嘅人啦，嗰個感覺係你真係會成個人都會無本動。我最印象深刻嘅一點就係到咗最後，佢哋行出嚟，跟住佢哋講：其實我哋唔係演員，我哋只不過係生活喺呢個地方嘅人。同埋佢哋係用心去話俾你知，我哋嘅生活係咁樣嘅，我哋嘅文化，我哋嘅信仰，嗰種感覺係好 touching 嘅。即係你會發覺，第一次有一個 show 令我感覺係叫做好神聖。同埋當佢哋一個個同大家講話，我好多謝你哋嚟到呢度，同埋我希望我哋會喺呢度等你哋翻嚟嗰時，嗰個感覺係我哋之間係有 connection 嘅，所以我覺得我一定會再翻嚟呢個地方。揾到成個泸沽湖全景嘅地方啦 ，Michelle， 你离远望呢个岛，似唔似一条瞓咗喺度嘅鳄鱼呢？咦，望望下又真系几似噃。泸沽湖又叫做母亲湖，系一个面积有成58平方公里嘅淡水湖，亦系女儿国嘅所在地。因为佢本身坐落喺偏远嘅地方，所以佢仲系一个未被完全开发嘅旅游景点嚟噶。终于俾我见到真嘅草泥马。喂，郑全。呢個係我養嘅新寵物嚟嘅，阿慧先生咧，好有性格啊，好似我。擺到明唔係你養㗎啦，你冇咁有性格啦，冇嘢食就跟我走啊！佢咁得意，梗係要同佢影翻張相留念啦。哈，全叔，你個樣又真係幾似佢噃。
如果大家想静静地欣赏湖光山色的话，每人只需要给大约50元人民币就可以坐朱槽船游湖的了。 Michelle，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湖有什么特别呢？这里的湖水是蓝色的。点子啊，这个湖被山包围住，没什么风，多数都是波平鱼镜，所以亦都被称为中国版的天空之镜的。都不新鲜的。嗱，你唔识摆 pose 咧，我教你。其实你话摆 pose 咧好简单嘅，只要全身都觉得痛就得噶啦。譬如话，全身都痛。嚟，咁样。你跟住我做啊！一、二、三，头痛。头痛。跟住心口痛。跟住胃痛。脚痛咧？脚痛。你呢个系痛？你呢个脚痛咩？膝头痛啊，风湿。风湿咗，喂喂，跌开啦我。坐喺度嘅时候咧，你想个 pose 靓咧，你就要时不时咁样踢下水啊。嗱，你有冇发觉脚长踢水都踢得特别高嘅？你啲洗脚水可唔可以唔好泼到我？嗱，洗脚水。汪真全，你起身啦！你带我去买猪仔啊！我哋去紧一间非常之有特色嘅客栈，系要坐船去噶。哈，神神秘秘咁。咁其实咧，依家我哋睇呢个湖面，你有冇觉得咧？我哋好似包晒成个湖过嚟啊！泸沽湖咧，嗰啲水真系非常之清啊！你睇下，我哋见到个水底嘅，同埋咧，嗰啲船家同我讲话咧，啲水系可以饮噶，可以饮噶，好清好甜噶。我试下先。嗯。你隻手乾唔乾淨啊？直接可以喝的，这个是地下水，它进来的没有，只有出去的。好神秘啊！间客栈就好似离开咗我哋平时知道嗰个好繁华啊、好忙嗰啲世界咧，我哋嚟到一个就又静啦，又好似冇人咁样。都几正啊！如果你间屋咧喺个湖边度咧，你一行出嚟唞气就对住成个湖，都几正的。呢间客栈喺泸沽湖嘅岸边，坐喺露台，唔单止可以欣赏靓景睇日出，夏天嘅时候仲可以跳落湖游下水，谂起都觉得过瘾啊！而呢度嘅客栈间间都有唔同风格，我就觉得我哋住嘅呢间客栈好有台湾嘅民宿 feel 啊！哇，好暖啊！好似嚟咗台湾咁样啊！哇，呢度系呢几日最现代嘅地方啊 ！check in 先 ，check in 喺呢度 check in 嘅，系啊，身份证。喂，全叔，我觉得入到嚟有少少去到另一个世界嘅感觉啊！你睇出边嘅环境咁原始，反而入边嘅装修咁 modern。因为嚟呢度玩嘅人都比较后生，所以呢度客栈设计都会 young 好多噶。而且呢度附近仲有好多唔同特色嘅客栈添噶。入到嚟，见到呢个270度嘅全湖景景观，都赢晒啦，嗬！床啊！我第一次咧见到原来浴缸系可以摆喺房间嘅，同埋你睇下浴缸嘅方向咧，正对住个海啊！哇，好正啊！嗱，嚟到泸沽湖咧，硬赶时间都好，一定要带嚟试啲三道菜。系三道菜，我包包你喺外面，一定未食过。哇，好期待啊！哇！你知唔知咩嚟嘅咧？啊，呢樣我知，呢樣係蒸肥肉。蒸肥肉，冇錯啦。嗱，呢個咧就係豬膘肉，你快啲試下先。其實豬膘肉咧嗰個做法好得意嘅，就係咧佢哋咧將成隻豬咧，佢將佢入面嘅瘦肉啦、排骨啦，所有咧內臟去曬先，然後咧就喺一面放鹽醃，將成隻豬封實曬，然後咧就醃成十幾年㗎。哇！個口感好得意啊，係咪啊？平時我哋食飯咧都唔食肥肉嘅，齋食瘦肉。但咬落去咧，原來佢啲肥肉好厚嘅，第一口係脆嘅，跟住啲油係噴曬出嚟咁啊！冇錯啊！喂，冇我想象中咁油膩。好啦，跟住再試呢、這個，呢、這個犀利，你知唔知咩嚟？你知唔知呢啲黑色嘅咩嚟？菇類咯。你試下。黏黏韌韌，我覺得似菇類咯。爭好遠，這個、呢個咧個名嘅名頭叫做咧龍樹皮炒蛋。一般咧所有嘅樹皮咧，我哋都唔可以食嘅。就係咧喺泸沽湖咧，我哋上山摘一種叫龍樹嘅樹皮咧，呢只樹皮就可以我嚟食啦，仲可以炒蛋。其實幾好食喎，我覺得。我估唔到自己會食樹皮嘅，呢、這個啦，
雲南咧，梗係食牦牛肉啦。係。咁嘅咧，呢個牦牛肉咧，同平時嗰啲牦牛肉咧係唔同嘅。點解？平時我哋嗰啲咧係人哋養嘅，即係人哋飼養嘅，但係呢只咧喺山上面野生。我反而覺得咧，比起之前食嘅牦牛肉咧，佢比較有咬口啲啊，佢唔係軟啊，佢反而有少少有啲牛肉乾嘅 feel 啊。嗱，呢幾味咧都係老姑湖摩梭人一家常便飯嘅小菜嚟㗎，好多年歷史㗎啦，係咪冇介紹錯咧？絕對冇介紹錯。好啦，既然係咁，快啲食啊！好，呢個啊嘛係咪啊？我要食呢個。啲啦，仲多啲啦，嚟啊！嗱，嚟到泸沽湖，梗系要带你参加呢个篝火晚会啦！切，沟女就沟女，讲咩篝火啫？篝火晚会，沟女晚会，篝火晚会，根本就系沟女晚会。篝火晚会，你知睇清楚先得噶你。泸沽湖系摩梭人聚居嘅地方，有女儿国之称，而佢哋最出名嘅一定就系走婚习俗，男唔娶，女唔嫁。就是这种咁特别的婚姻制度，令到好多人一直都想来见识一下。这些就是走在潮流尖端，啱就一齐，唔啱就拜拜。不过随着时代不同，走婚习俗已经改变，而这个篝火晚会就正正可以给大家感受一下以前摩梭人是怎样定情的。究竟这只舞会跳几耐呢？我相信是跳到出年的。在篝火晚会入边，唱歌是结识异性很重要的一环。咁啱佢哋揾紧人出嚟唱歌 ，Jeffrey 加油啊！醒定啲啊，唔好丢我哋架啊！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哪位阿妹或者是阿哥要上来唱歌的？有没有？我上去加油！你等于我哋香港嘅很。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香港电视台 TVB 的主持人。然后既然一般摩梭人他们唱的山歌那么好听呢，我们也来唱一首香港的一些弹琴的歌，好吗？大家的掌声在哪里？我们来唱一个人的情怀，残忍也不是慈悲，这样的关心你说男孩子女孩子怎么表示好感的？如果两个互相看好的话，他会抠手心吗？怎么抠？怎么抠？怎么抠？来 ，Jeffrey， 再来再扫出来。如果喜欢你的话，这样抠一下。哦，这样。哎，对，这样。都是男生先抠吗？一般都是男生比较主动。但如果女孩子，哎，好害羞这个问题。那如果女孩子也很喜欢这个男孩子，要怎么回应的？也可以这样。你抠了之后，我也喜欢你的话，啊、回抠一下嘛，回应你。哦，就不会说话了，就直接。对。这位帅哥，你这个人生当中靠过多少个女孩子呢？我的话还目前还没有。人哋唔知你咁曳啊，周围沟女，人哋呢啲就系留俾最中意嗰个女仔，好唔好？呢啲先叫做好男仔。如果真的是他扣你，你也扣他了，然后之后会有什么发展呢？给电话号码，然后约会就这样子，跟你们一样。就是我们听说，就是摩梭族以前的习俗是，扣完之后男孩子要也蛮难的，要飞檐走壁爬花楼。对，以前都是这样。咦，喺呢度咯喎！我知道啲摩梭人就系夜妈妈咁揾佢心上人噶啦。咦，嗰度有光喎、啊！夜妈妈无心睡眠，美人等埋我。咁耐噶，急死人啦！哇，使唔使咁高啊？
你咁耐噶？高啊嘛！快啲入嚟啦！哎呀，真系命都冇啊！等到你成粒钟啊！还翻个尿袋俾你啊！快啲翻去插电啦！嗯，唔该晒，咁我就算啦。咁你小心啲啊！早啲休息，拜拜。卢姑湖的日出是很漂亮很吸引的，不过有些可惜的就是我们今天看不到。蛤，那你一早拉我起身走出来做什么啊？ Michelle， 虽然我们看不到日出，不过你望下出面见不见到那一阵阵的神雾啊，还有耶稣光添啊。这一刻我真的很想喝回首诗啊。够了 Jeffrey， 不过讲真的，在这吹了一阵海风，整个人当堂醒神晒，差足电啊。之后我哋食埋个靓早餐，虽然好唔舍得，但系我哋都要准备起程翻翻去丽江市啦。话咁快咧，今日系我哋丽江嘅最后一夜啦，有少少唔舍得。唔紧要，我哋用呢个全无牛宴作为我哋呢个庆功宴，简直系 perfect。喂，咁唔好讲咁多啦，食啦不如。等。做乜嘢啊？嗱，话是话啦，今次都系我哋两个第一次嚟到丽江呢个旅行啦。吓，系啊。点都要总结一下系咪？我最初咧，對於麗江呢個地方咧，我就冇乜感覺嘅。我覺得絕對唔會係一個 shopping 啊、行街嘅好地方啦。但嚟到個古城咧，見到好有氣派，加上我哋咧接觸好多少數民族啦，我哋又爬過個虎跳峽，又去過個玉龍雪山。虎跳峽，我哋真係冇諗過自己可以行山行七個鐘頭㗎。對於我自己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啦。因為我自己行過山，但第一次行咁遠、咁長時間、咁高嘅山。同埋一個咁凍嘅山咯，不過咧，不過多謝我個 partner 啦，一路咁撐啊！即係話時話咧，我本身以為你咧係一個極度公主病、極度嬌生慣養嘅人啊，估唔到咧，佢成個旅程咧真係一句辛苦都冇捱過嘅。咁我講下你啦，係咁其實咧，原本我覺得你係一個好細膽嘅人，同埋咧好貪靚嘅人。經歷咗一切之後，我就覺得其實你唔係細膽，係你係都好細心啊。不過貪靚呢樣嘢，我真係講，佢真係好貪靚。係啊，你咁叻，飲杯啦！唉，講咁多嘢。三日兩夜麗江篇，你唔係唔睇啊？乾杯！